夜空里最爱吃的巧克力和黑暗，别问我为什么的爸爸流浪在路上，萤火虫请你告诉妈妈我很坚强，被青春背井离乡，紧拥抱过早冬凉。别笑我这是个没人爱的胆小鬼，现在我要证明自己其实很勇敢，奇迹里不知关键中我要去闯荡，千辛万苦的修炼渴望成长的彼岸。哦，一起来吧，翻越万水千山，年少轻狂不知什么叫投降，我不畏艰难，我们齐心作战，天高地远我自从当上这副会长啊，我就知音难觅喽。我也非常欣赏你的气魄，气，气势。蛋蛋哥，这师父离世后，你更辛苦了吧？贤弟啊，做帮会太难了，这不光有别的帮会啊跟你争地盘抢生意，还得时刻的提防着警局。哎，说到这个啊，你得帮我。蛋蛋哥请讲。小狼定鼎力相助。我告诉你刘姑，就你这个中华酒楼，要不是有警局给你撑腰，早就成了他青龙会的盘中餐了。这次小狼只要能在青龙会找到线索，我一定将在青龙会我彻底铲平。我行，整个江城就属您雷大探长最有理想了，是不是？可不是吗？这是雷震廷，我可告诉你，杨小狼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您慢用，别噎着啊。小狼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？最近警局这个行为啊，真是太反常了。林丁，你现在身份非常好，这明面上呢，你是中华酒楼打杂的，谁也不知道你是我青龙会的人。而且我听说，警局那几个傻瓜经常去那儿吃饭，对吧？啊，你就可以借此机会帮我打探消息了。我这跟警局的人混得不熟啊。不熟才好办事嘛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怀疑你啊。行啊，既然蛋蛋哥这么抬举啊，来，谢谢啊，谢谢我贤弟。最近这警局这么反常，是不是跟少女失踪案有关呢？
少女失踪案。哼，点点，你觉得这个少女失踪案跟我青龙会有关吗？那有很多事儿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这个坊间传闻呢，说少女失踪案都是咱们青龙会干的。放屁！哼，我青龙会在江城是什么地位啊？还弄几个女孩，还用像做贼一样？哼，别的我不敢说，绑架少女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，我谢某人是绝对不会干的，知道吗？没错，我蛋疼哥的为人，侠肝义胆，全江城人尽皆知。我就不知道警局这些人的脑子是用什么做的，真是愚蠢至极。没错，肯定是豆腐脑做的。您点的豆腐脑，这个点儿想吃豆腐脑，要不然我再给您炸两根油条。不用了，豆腐脑加点醋，没有走不通的路。嗯，真好吃。其实吧，之前青龙会干的那些勾当，只要是没出人命，警局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没管过。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少女失踪案这种人命关天的大案子，如果我们警方再不出手，就太窝囊了。哎，我们吃完呢。哎，你们一出手就查青龙会，有证据吗？你们没有。但是凭我的直觉，青龙会的嫌疑最大。直觉？您这是办案呢还是算命呢？洋人现在进入江城，青龙会就没有这么多走私外贸的生意可以做了，没钱赚怎么办？少女失踪很有可能就是人口贩卖生意。哼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哼，这年头警察脑子都是什么做的呀？豆腐脑做的。真不错。恩爹，再喝喝一个。没有没有，受不了。师父，之前跟在四长老身边的警局线人王大力审了几天都没有结果，嘴很硬。嘴硬就是没用的废人。这怎么都是食谱呢？元帝此外，吴爽已查明，
在江城内能把暗器玩得如此熟练的，只有黑沙帮。黑沙帮？嗯，就是那个从南方移居过来的帮派。正是，黑沙帮来江城不久，前段时间跟我们在南城抢地盘，大长老他们差点失了命。据说黑沙帮帮主修一是个狠角色。哼，匹夫之勇，不足多虑。哎，有龙在忙什么呢？怎么一天没见着他？龙哥好像来了个朋友，正在喝酒呢。大白天的，喝什么酒？龙哥。哎，这位姑娘，你眼睛这么漂亮，咱俩是不是见过？这位兄弟，你我今日初次相见，我想你是记错了。啊，哈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我记性不太好，我记错了。小狼，不得无礼啊！师傅，无啥。小龙，这位是？啊。这位是我今日结交的一位相见恨晚的义弟，我正打算过后告诉您，没想到您就……没想到我这么早就回来了。敢问这位兄弟尊姓大名？啊，小弟杨小郎，您就是段会长吧？久仰久仰。啊，对了，师傅，杨兄弟还是四长老的私家门徒。老四什么时候收了这么一个私家徒弟？哎，师傅呀，以前总提起您。都提我什么了？他说您德高望重，在您的带领下，青龙会才变成江城第一大帮会。老四生前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话？嗨。他怎么可能当着您的面说这些呢？您也知道，他呀，最不会拍马屁了。哎，小狼。啊，师傅，杨兄弟第一次到会里来，还不太懂规矩，您别介意。哦，小狼，这位是娄无双，青龙会四大长老之一。无双，好名字呀，天下无双。哎，来，美女，长老您好。嗨，会长，方才略有失态，要不然我先干为敬，以表歉意。来，来，我今天身体不适，有无双替我敬你一杯。啊，也好，也好。我叫杨小狼，以后多关照。哇，姑娘不仅人美，酒品也好。杨兄弟真会说笑。真想不到，老四一身古板，竟教出这么一个油嘴滑舌的徒弟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主要还是姑娘过于出众。小狼道出实情罢了。你性格耿直，这一点倒挺像老四的。谢谢会长夸奖。事实如此，杨老弟，今天初次见面，我要送给你一件微薄的礼物。会长您太客气了，还准备什么见面礼啊？无双。杨兄弟，这就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。
段会长，您这见面礼送的，真让人眼前一亮。看清楚了，就是这个人亲手杀死了你的师父。但是嘴太硬了，始终没有说出谁是他的幕后指使。段生，你敢拉杂种，要杀要剐随便你。别着急，在这里最想杀你的人恐怕不是我。杨兄弟，你说呢？啊，来呀，给老子来一痛快。老子要是皱下眉头，就不叫王大力。王大力，有骨气呀！啊，一般有骨气的人都是因为还没死到临头。原来雷神庭找寻多日的搭档就在我眼前。杨兄弟，凶手我是交给你了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，随你的便。到底是不是你杀了师父？究竟是谁指使你的？说！不说是吧？不说是吧？不说！不说！那我就把你的手指头一个一个割下来喂狗！说！老子做梦都想杀光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杂种，但是没干的事儿，老子也绝对不会认。嘴硬是吧？啊，嘴硬！以为我跟你闹着玩的是吧？啊！杨兄弟，且慢。段会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阻止我给师父报仇是吗？算了，别枉费心机了，他不会说的。拿着，利索点儿，你要亲自给师父报仇。杀了他！动手啊！会长，我们现在还不能杀他。他要是死了，线索就没了，就再也找不到杀害师父的真凶了。没有说出东西的人，就是废人。怎么对付废人，老四不会没教过你吧？杀了他！你青龙会是没人了吧？派这么个小鸡仔在那杀我，他还不够格！你闭嘴！杀了他，亲手为你师父报仇！动手啊！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，为你师父报仇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Thank you.
查尸术成功了。五分钟，能不能救得了你，就看造化了。在下再一声爱我好吗，只要你爱我别走，对着星星许诺，你是我的所有，没什么能够比得上你在我心中，再多的梦想也愿与你一同拥有，再一声爱我好吗，只要你爱我别走，没有你的夜空我的心情是寂寞，牵住你的手一起遨游幸福中，用未来圈住所有的